好，我们平常在练习的话，其实很简单，我们要找一些歌来练哦。很多歌都是很 OK 的，就是只是怕说学生们都没有下去听哦。那当然很开心能够在承接我们讲古系列，我很久没拍了，大概一季没有拍讲古系列哦。那也有很多朋友想上很多打鼓的朋友想上我的课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就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哦。比方说像一些舞曲的歌，像一些 pop 流行音乐的歌，或是一些拉丁，或是一些雷鬼的歌，然后其实没有什么，就是你要靠多听、多模仿、多练的，就这样，就差不多是这样。好。